Hello， 大家好，我是 Master Zero， 那这是进行的是第八次的 Offroad， 就是我们的霸王的游戏录制。那现在时间是，该算早上吧，早上的10:56，那总算完成这一次第八次的游戏录制。那这款游戏的话，好像还是感觉好像观众的回应还是不错啊，因为有部分观众好像蛮喜欢这款游戏的，所以早上玩这款游戏会玩的比较喜庆。鬼你娘了，每次我开到你那边鬼你娘，吵死了。闭嘴！要萨科，呜呼！该死的萨科，去买地壳吧！哈哈哈哈哈！好啦，那只剩这一次，这次玩到哪里？好，看一下。哎，怎么那么多？我们好像去这边，我们看一下预览任务好了。海温皮克城入口，找到真控制什么？再变呢？好了，我们先去。你要先去这边吧，那个什么丘陵之类的。好吧，那上次我们好像右边那个已经解过，上面的地图上面也解过。哦、我现在要去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午夜山里的，好像我也解完了吧。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要干嘛。哎、欸，这是红鬼。好吧，叫几只红鬼，叫修中。好吧，然后就杀了那些没养，干爆那些没养。没，干没羊，阿没羊之间，没，然后最后有这些灵魂，这些灵魂再给大家充装备，所以到时候我可能没有事的话，我会去再杀多一点的没羊，然后充我的装备，那我的装备就跟我的剑一样，3×8，3×8啊！好了，我们现在好像需要找什么毒小鬼还是什么？哎，是吗？绿小鬼吧？哎，为什么在这边？我上次不是玩到什么要找绿鬼吗？然后怎么回来这里啊？哎，我也忘了，怎么会这样？车尾并不暗的哦，我上次玩到这边呢、啊。哎，可是为什么回来这里啊？天塔的领地的入口，寻找绿鬼巢穴，杀死奥伯龙，对啊，我上次玩到奥伯龙那边了，怎么会跑到这里啊？奇怪，算了，不管了，好吧，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往左边那边走，那我先去右边那边好了。救什么啦？我没有救你们，闭嘴！你要跟我一样，吃屎吧你！等我挂了你投胎之后再说。我非卖品，好抱歉。哎、欸，矮人，杀一下矮人！呵，杀矮人！哎，我怎么死了两个小鬼？怎么会这样？奶奶，算了，不管你了。好了，我记得上次好像我有说过，就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有那个一堆火，然后包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拿不到。对，好像就是在那个肥肥王那边的、啊，但是我去肥肥王那边有看到，所以我过去那边看一下那边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哎，打东西，忠诚的小鬼，无敌的小鬼，好啦，怎么会死两只？是死什么？死火焰的、哦。火焰怎么会死掉？奇怪哦 Great,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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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龟，有没有熊熊大火？哦，臭鼬，
抽的，你还抽的，烂头哥。快点，二百多。哎，大哥。啊，去吃火。那是钱吧？耶，太好了，有钱了。哎，火呀！哎，你们大爷被烧死了，笨鬼！你在吃什么？不是叫你搬呐、啊，叫你吃火，你在搬那个笨鬼！我、哦、还有两只在，怎么不见了？吃火，吃火长大的。Rich Brown 啊，去搬，苦活。You choose all、哦。有钱的，有钱的，太好了。我们有钱可以开，可以买新衣服了。有钱的耶！哎，你们要搬去哪里？小心搬啊，那是我们的资产。Brown, rich. 怎么少两只 ？Browns. 算了。啦啦啦啦啦，搬快一点！出一张嘴。啦啦啦啦啦。可是就算我不理他们，他们也会自己搬回去吧，所以我应该不用理他们，我直接走我自己的就好了，自己走自己的，懒得理你们。嗯，很好，非常好。所以我还有两只小鬼在哪里啊？有两只红鬼嘞，那也不 key 啊，那这游戏有一堆 bug。一堆 bug， 什么游戏都有 bug， 莫名其妙。我昨天在玩那个流亡暗道的时候，就我跟我朋友交易，结果因为我包包满了，结果我就把交易用取消。结果之后呢，他跟我交易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我就干你娘嘞！你说这是不是 bug？ 就这样东西都莫名其妙的被吃掉了，虽然不是说很好的东西，不过就这样不见了就很不开心，真的是好啊！这游戏都有 bug， 真的是气死了的。哎，这是叫红鬼，是吗？这个呢？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刚刚是跑去哪里风流啊？You choose all。好了，快点啦！你要搬多久了？哎，搬去这里，看你要搬哪里。他们都知道搬去哪里哦。哦，这么聪明，靠马桶第一名呢？从这边吗？这边又是哪里啊？你们老是有一堆奇怪的地方。哎，你们好，快点，天要暗了，你看。啦啦啦啦啦，独木桥，不是独木桥，哎，干嘛？你在等我吗？不好意思啊，等到你们的路了。I'm sorry。快点，搬多久？不理你了，我要直接去那个什么永夜森林什么的，去继续捡那个该死的任务。我们要去找厉鬼的巢穴。哦。奇怪，然后上次我直接在那边收台之后，他怎么没有在那边直接存档就好了？你要好好跑一段路。你知不知道这样很累啊？那我要再去挑战那个独角兽吗？那吃肉的独角兽，恐怖！快点，快点，哎，要到了！快点，你会成功的！啊，不理你们了，我要直接先去永夜森林了。永夜森林，呐呐呐呐呐！我觉得我的红鬼的数量应该要减少一点，因为红鬼好像太多了。但有时候红鬼在那边不知道干嘛，你们好死啊！管他，先杀美羊再说。快点杀那些美羊，杀美羊！没啊，公羊是吧？到你！没，哎，
你们又死了，三只小鬼。可以了。我觉得这红鬼的关系，红鬼会烧东西，然后就烧自己，或者烧到中鬼，就莫名其妙的死掉，就莫名其妙死了一只小鬼。哎，好像他自己被烧死了，自己烧的自己是哪一招？真的是好，还是中鬼比较好。中鬼好用又笨。对对对，耶、yeah, ！宰杀绵羊，哈哈哈哈！你再跳吧，你再跳，跳高一点啊！你再跳，你再跳，哈哈哈哈！哎，没，没屁了，没，没花了，没，米花米花满天下，哈哈哈哈！捡礼物，对对对对对，这样可以充装备。好了，没了。哎、欸，啊，还有另外五只，我们在这边吗？也没有那么少吧？啊，还有一些，他们都跑哪去了？嗯，是怎样？你看，你看哪、啊、一堆 bug 啦，然后。那只小鬼都不知道跑哪去了，都不知道去哪里风流了，笨蛋！啊，我们要去哪里啊？这边吗？嗯，好像不是。给你们打烦呢，大的要命一样。啊，被小鬼了呀！还有另外几只跑去哪里了？哦，你们在哪里？你们是跑去哪里啊？还有一只嘞，还有一只，还有一只中鬼跑哪去了？哦，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当什么霸王？小鬼都乱跑了，你还当霸王有屁用？好、啊，咱们来这边，应该是这边吧？什么山？什么山林之类的？嗯，那个树跟什么一样？千年老神木，老老是不是？老老，然后吐舌头了。对对对对对，哈哈。看一下时间，现在时间是11:09。我今天开台的我也玩了，好了，我大概玩到11:20左右，还是11:30左右好了。这边玩太久啊，等一下还要去，哎，没有了，就是等一下也没事啊，就是我不会一直玩游戏，一直玩一直玩啊，这很就等那样，我去一下出去健身房或者干嘛的，就不会一直待，就是不会待，不会一直待在家里了。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宅男的时代了，呵呵呵，已经不会一直这么的宅了。好了，哎，这边都开启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找那个什么蛙哥的。接着是往右边，哎，所以我不能再打独角兽了吗？哎呦，那是灵魂而已吧？哎，你好。他在尽情的戏弄我们。你讲话。Elves, they're so depressing. Pull yourself together, man. 谁在跟我讲话？那是那个女的吗？对啊，骨头，是羊骨头。啊，是什么？哦，忍者鼠，忍者地鼠，遁地，他们会遁地鼠，好好屁啊！砍爆他们！喵！忍者地图是吧？你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你的行踪了。忍者地图，砍！哇，那么多！你在射三次啊！喵！跳成那么奇怪！喵！Yeah, 我又死一只小鬼了啦，烦呢、欸啊。这也是毒气哦。爸爸，我们要去毁了他的那个什么蛙哥的。你在睡美人，这怎么睡？滚碰啊死哦！朋友，还是什么？你就要一道光这样打下来，然后什么都没有，你要骗玩家过来这边是怎样？这光是哪里来的？一道光线打下来有没有？
把你照得跟鬼一样，你还嫌不够神秘，神秘感是吧？莫名其妙，那是怎样啊？一个这关将打下来，莫名其妙，哦，吓谁啦？我想是什么东西？哦，术士，头上戴着鹿角，还有，你在看什么？看不到，好吧，还是少一只小鬼，再加一只好了。Yeah！一堆毒气，好吧，我们要去找绿鬼的窝。绿鬼哦，啊，这些小鬼不会游泳，我要小心一点，不然他们都淹死。这边我上次不是走过了，怎么要再走一次了？烦呢哦哦，这走错就饱了，哎，累死了。好了，你们跟好啊，不要淹死啊，淹死不干我的事啊。淹死了就你们家的事了，还是走不过去了，干，我待着，不准过来，把你们就淹死了。哎，那也走不上去，哎，怎么走不上去？哦，我要自己走过去了，靠背。好了，你们可以过来了。哦，不对啦，不是走水路，你们这些笨蛋哦。哦，你们这笨蛋哈、哦，你会淹死啊你们！我刚刚晒你，不是走那里的笨蛋，这里的，一群笨鬼，难怪是小鬼，为什么不叫大鬼？你们太笨了，我家的狗都比你聪明。好了，起码我家的狗不会拿一堆武器这样敲人，也不会乱叫。好了，你走哪里？你们跟迷宫一样，大的跟迷宫一样。好，你们先走过去。啊，你在那边干嘛？看什么看？我等下就过去了嘛，你们看看啥子脚？自己单挑。好了，然后呢？加油嘞！等一下，那边好像有东西。哎，那边有钱呢？从哪里的？哟！掉！都是，然后呢？然后呢？这里真的很大呢，烦呢。哦，这里，绿鬼的小窝。好吧，我们要进去了。一哭哟，碧绿洞穴。好了，拿完绿鬼的嘲笑，我再准备收台了。上次我在这边收台的吧？你看，啊，绿鬼是没声音，是不是？你们是哑巴，哑巴鬼，跟上，我知道了。去哪里了？哪里呀？这边不会有敌人吧？善于观察老大，我想再跟他说，这绿鬼他对所有毒液都有免疫。我当然知道，还要你教我？我看得出来，好吧？不用你跟我讲。所以嘞。那边不能走。哦，绿色肥肥，哇、哦，那是好恶心哦！那看起来打他一下，他就会喷油，出一个绿油，绿油精，大家都爱绿油精。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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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生命精华可以帮助你强化绿鬼。好，我知道了。然后呢？他们会吸绿毒吗？
他们也能抽有这些八毒五的植物，哦，这么厉害，可以独眠，免疫毒液。啊，这边你不顺便帮我清一下，你就走那边。哦，你啥小，还不能叫厉鬼吧？你出现这个是有屁用啊！哎，这厉肥肥嘞，哦，厉虫虫，厉肥虫。有毒的，有毒的绿肥虫。那边有虫子吗？有个洞在那边。哎，冲进那个洞里面，深入绝境。不然啊，那洞是假的，假洞。居然还有假洞！哎，你好。嗯，那是假洞吧？不想理你。捡这个里面干什么？然后呢？骨头，敲骨头，敲骨时间到了。啊，我们去哪里啊？来啦啦啦啦！啊，是肥肥嘞，啊，不是是肥肥。哎，你们这样走过去哦，这样对吗？他就不理我们就对了啊。哦，是这样。你们怎么过去的？穿墙柱。然后呢？绿鬼是最拉哈的鬼，看看西方。哎呀，就是邪恶生物也需要讲求卫生嘛。好啦，我不知道啦。好啦，所以那什么东西？还丢什么了？好吧，这边呢？我知道了。Bridge， 天来这边，把那只虫丢死，我再要去叫钟馗去搬那个东西，大力丢。敲敲，对敲，砸死他，整整整，搬东西呀、啊，笨蛋。哎、啊，剩下的人是不会把那些绿色的圈圈捡起来，快把它捡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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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起来！哎，对对对对对对，你终于听懂我话了，呵呵笨鬼，笨死啊！啊，那个就不要捡了，等下那些鬼被毒死。好了 ，You choose all， 最拉哈的鬼，绿鬼，毕竟人家都吃毒啊，人家连毒都可以吃了，还管他什么卫不卫生呢？就跟你说他免疫了，你还要卫生，会怎么生？然后你呢？你们刚不是三只吗？总共多一只的。然后这边呢？哇、哦，那什么？这有毒吧？敢想陷害我？我都没有啊！你以为是笨蛋是不是？这边呢？这边是死路，靠背。好吧，我知道，刚才那边应该是有时间性的，你要抓准时间点才可以冲过去，有没有？还不能。准备了，准备了，我要冲了，我冲啊！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对对对，为什么？只看后面不看前面，你看你飞什么啦？飞飞飞！哇，好多飞虫！我的虫死，我的小鬼死了，被两个大肥虫，可我要报仇！大肥虫，大肥虫，什么大肥虫？哎、啊，我死了两个小鬼。哦，连续冲刺！啊，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快点冲啊！哦，好了。啊、然后呢？你们就走你们自己的啊，好啊，都不理我啊，是什么东西？还是要拖？好吧，我妈走这边。怎么办？我死一个小鬼，可以还我一个小鬼吗？哦，我死了两个中鬼。叫中鬼，叫中鬼。哎呀，罐子打一下，看有什么东西。
哎，宝箱，也不是宝箱，是木箱，两木箱。开箱干游戏。好了，准备推了，快推，用力推，推推推推推，然后呢？我们推这是干嘛？就把那个压住而已。哦，把那些草给用死了。哦，受嘎。哦，好聪明哦。好，那么聪明。好的。啊，你们要推去哪里啦？一直推，一直推。跟他挺讨厌。哎呦！哦，快点，快点，快点，冲啊！然后呢，靠腰啦。早说嘛，那跟哎，我要回去了。过分，能不能欺骗玩家？哎，过来，过来，过来。好了，我们继续让他们推那个。那我们再走这边。哎嘿嘿嘿嘿，哦，怎么样？要喷不喷的，一喷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更有黄河泛滥，导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阿绿岸五只，靠背啊！你们这样走过来，你们是白痴哦。自动保存嘞，耶、yeah ！然后呢？啊，刚刚那只绿色的。哦，什么？杀杀啊！干脆让绿主们把整个巢穴都搬过来，我们以后可以生成很多绿绿鬼，好吧？当然了。啊，那只肥肥嘞？刚刚不是有只绿肥肥？好了，我们去搬那个。我、靠呗！我错了。我们要叫绿鬼去帮他。我对不起你们，我们那谁啊？红鬼先回去了。啊，中鬼先回去好了。中鬼回去。我全部都绿鬼。好，绿鬼军团，一群不讲求卫生的家伙。所以我可以磨灭吗？我有免疫毒液吗？哦，不能不能，我不能不能，我不会，我也怕毒，呵呵，我不是霸王吗？我不是四个属性都要有吗？哎，你们去哪里？哎，你们搬去哪里？站起来啦，鞋，走那么快干嘛？重新打草。该死的杂草！好啦，这样就不怕对面堵了。然后呢？这是哪里啊？哎，大飞虫！哎，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我来的地方哦，这个。哎，你怎么过来的？你从哪里过来的？哎，我有点迷路了，这边怎么那么大？怎么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啊？啊？这里是哪里？我怎么感觉我在绕圈圈？这里应该没东西吧？啊，好像三温暖一样，有毒的三温暖。啊，所以我们要走，要走哪里啊？东西，瞧一瞧。Food Master。For you。For me。For you，For
哦，在那边。你在等我吗？啦啦啦啦啦。人群爆发。好了，我们应该帮帮要帮忙开路。开路先锋，绿色商务的。哎，你们干嘛全部放下来？够。好了，下十一点了。现在今天是11:20，好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啊，刚刚那只绿肥肥的，刚刚不是有只肥肥绿绿的，然后全身都是油的家伙，怎么不见了？奇怪。哎，怎么死啊？然后不知道能不能提升小鬼的力能力哦，不然小鬼好像被打几枪就死了。哦哟，你怎么还在生？无限小鬼，无限绿虫虫，你在飞什么啦？哇，闪人，不要去打了，负9仗。快点，走，哎呦，我要死一只小鬼啊！哦，绿肥肥，就是你，传说中的恶心的大肥肥，啊，刚刚一身肥肉，刚刚这边应该大腿肥肥了，啊，这个，啊，这边只能靠我自己，个人只能看小鬼哦，不是吧？啊哈！一个绕弹的巨魔，正好可以用看绿鬼的偷袭能力。怎么偷袭？偷袭啊！戳桌子啊！让我丢火球！啾！呜！Wishes for you。绿鬼都有脾气，真的那个什么东西？还刚说什么？什么绿鬼都有脾气，我没看到。那没，我刚有来过这边吗？好像没有。算了，这边呢？绿鬼。好了，我们要到了没啦？怎么感觉很远？再要走哪一边？哎，我从这边来的。然后呢，走啊，走这边对吧？走。呜呼呼呼呼呼，哈哈哈，耶，到了，哎，放上去。你在指什么啦？你在嗨什么东西？耶、yeah! ！灯取回绿鬼巢穴。好了，我们回家看一下。回到高塔。好了，那下次开塔我们再来解另一个，再去找那家伙，找那个什么什么波什么花哥的，再把他叫醒来。看他在睡到什么时候。哎呦，好了，我们现在有绿鬼了。好了，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绿鬼好了。绿鬼巢穴好像在这边。小鬼的巢穴，不然升级小鬼，不然小鬼都感觉没什么力，连打没几下就死了。好吧，然后没有小鬼、绿鬼、中鬼，但是。这种鬼哦，怎么丑，一坨肉。
然后这边是厉鬼。Greens can do a great deal of damage if you attach them to an enemy's. 背后偷袭的话，能看得很漂亮。哦，虽然他们是偷袭系的。They are terribly hygienic, anyway, but they are good at. 他们很猥亵，一律的猥。Use them to guard an area, and they're practically invisible. As long as the enemies don't notice the smell. 怎么可能不留意他们的臭味？那是只红鬼。啊，怎么没介绍？介绍啊！介绍一下，不介绍就算了。好了，所以我们剩下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水鬼，这个吧，水鬼。那现在是哪里啊？哦，这也是我复活的地方。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的高塔心脏。在玩小鬼那么多，这只存活去吃小鬼啊，怎么那么可怜？最弱程度4%，哇，什么时候可以打100%？好了，我们回去。我看一下我的装备好了。快点快点，我身上突然有股死意。闭嘴。有股死意想要大便，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装备可以充怎么样。充装备时间可以牺牲小鬼，然后获取更多能力。我们要升级装备，升级我们的长剑，所以这些全部都可以充吧。不要好了，这是提高伤害能力。哎，返回，升级，升级，反击伤害、致命伤害、火焰伤害。然后战甲是防御力、魔法伤害、恢复能力、生命上限。头盔是下属人类上限。哎，怎么有两个头盔？为什么会两个头盔是怎样？所以我们要充几个才会增加？算了，还有什么可以穿到？就这样而已哦，啊，没有靴子哦，你不用穿靴子跟手套哦。啊，算了，就只能做这些装备哦，也太少了吧？你就从头到尾都穿这套衣服就好了，都不用换衣服。好了，我们主持人的游戏录制准备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各位喜欢订阅下，就赶紧左下角的订阅和喜欢。偷袭者们的什么歌？哎，你会被我踢倒、哦？对啊，你在踢你。Rescuer of the distressed damsel。所以你也可以踢喽。Leader of the Leader Revenge。哎，怎么踢不动？哎，可以。就只有这个老头不能踢，你凭什么不能踢？我们行啊，走开了。然后这家伙也不能踢，为什么你不能踢？那你可以陪我睡吗？好，主持人这边收台，谢谢观察，拜拜。